水救一救一次，真剩不到三个小时，现在是早上七点，哇，现在没有等到前面已经超级热闹了。跟王传说 Good morning。补给小艇超可爱的，现在看到这个毛趴垫，就是表示那个王船正在这边休息。王船将出发，可以看到这个绳子两边哦，已经人都站好了。哦，他们要移动这个锚了。哇，这是下坡爱硬爱硬的去位哦。哇，这个拔河的感觉。因为现在目前王船走下坡。我觉得他们这个拉王船很特别，因为我大部分看到王船就是拉前面，可是他们后面也有很多上下坡，在前面的就是拉动，然后后面的就是抵挡下坡的，好特别哦。刚才看到民政会给红包，里面装的是现金，然后他们这里填袋，除了低包之外，他们还会直接填袋现金，哎，超酷！我第一次看到直接放现金的。哦，你看，你看，都放进去了。哦。哦，也会有人拿金来。哇！现在要下坡了哦！哇，绕这个港边很有 feel 啊！我们现在看到是中棍的新歌，然后中棍呢这次呢是啊、哦、压在王船后面。
潜水，出潜水，上潜水，下潜水，坐潜水，又上了。只能是那个王船的相关人员，那女生的部分呢是绝对不可以去触碰王船或是拉绳子的，这也是他们的相关的礼俗。我们可以看到拉王船的呢几乎都是我们的吉巴尼湾，然后他们是要整套穿戴整齐，就是包括他们的腰带啊，还有他们的 ombo， 在东港那边呢他们是称作努力，不过在小琉球这边呢他们是叫做 ombo。他们超可爱，他们每一个角落都要绕道哦，所以他们这边会绕到那边，然后再一个无敌超级大旋转，然后再回来。他们没有从这边直接转过去，他们呢就还是绕到每一个角落，然后绕到这边，然后再水欢桃这样子，哇，很勾引的一个绕法哎，应有尽有啊，想吃什么自己挑。哇，跳跳跳跳！哇，这个鱼丸也太巨大了吧！叫人叫人，招热情耶！从叫人叫人叫人！大哥把夹子往里，耶！大哥超热情，要得饮料来啊！来来，大家吃完之后呢，他们还要非常认真的清理。绕境呢，出行的队伍呢，跟之前长得不太一样，没有这么长了。因为其他宫庙呢就没有参与在其中。那这次有出行的呢，就是三丁大链，然后分别是三户跟文户的神通街，再来就是一丁观音妈的大链，还有就是中国户的大街。然后他们的顺序呢，分别就是神通观音妈，然后呢五基千岁 New 爽，五千岁、四千岁、三千岁、二千岁、大千岁 New 爽，然后后面呢紧接着是王船，啊王船之后呢就是中国户来做压轴。哇，最后一天来享受这个小琉球迎王的热情，还真的有点舍不得啦吼。哦，觉得小琉球真的好棒哦。啊呜，哦嗨呀，啊呜，哦嗨呀，心情太好了，一定要唱个歌。现在回到比尔顶啊前面哦，大家在这边拜拜，这边应该就是大家添斋的东西了，哇，堆得满满满的，都是大家对于沉睡的心意啊，他们很开心在这边大合照，那旁边呢有很多人在这边拜拜。王船走上坡，耶！我们抵达四大角头庙，其中之一福安宫。我们刚才有看到呢，他把王船停在这边的时候，他有特别把那个锚放下来，他们叫做爬钉。王船绕境之中呢，有一些地方像是四角头的土地公庙，像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上山福安宫，这就是其中一个角头土地公庙，还有碧云寺都是他们要爬钉的地方。他们到这边之后呢，就会把那个锚降下来，然后还有把他们的那个小船补给艇，然后把它拿出来，超级可爱。然后在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大家可以添斋的好机会，而且他们添斋可以给现金哦。就在那边等着。上山的王宫，咱的委员、干事、老主、头
哦，哇塞，超美的认真。哇，好美哦。现在看到他们把那个毛要拿起来了，就表示我们现在要 kidding 啊。不过在碧云寺这边一样也是不落地。我们到了花瓶岩，天哪，在小琉球那么多天，第一天来。看这两个臭王美哦，在花瓶岩前面，在那边摸龙。这里有一个怪人。哎，来呀，好了，买水。在这个小艇上面，这个是有什么象征啊？这是它风象。哦。看它风吹什么风。对啊，就是你。哎，等一下，有看过频道，对啊，对啊。
前往下一个点。有点辛苦的上坡。福安宫王船会停泊的地方呢，除了四角头土地公庙，再来就是中营福安宫，再来就是辟魂溪。然后我们待会圣诞节之后，我们就会回到三龙宫。你说你看到我的影片你才来的？对，我真的吗？今天我就要来这边的时候，有上网去搜寻，刚好看到你的影片，然后就让你觉得很有趣，你就来。当然，对。瑶池宫一片欢乐，哇！板凳吃板凳。所以我们现在是要跟神明敬酒的意思。跟神明敬酒，跟神明敬酒，跟神明敬酒很重要，讲三次。我现在惊讶到都不行，我们要跟神明敬酒。冷静，不要笑神明，冷静。相公，好，这是陈天，啊，这个咱的周仪树吼，啊，以及咱的蔡老板吼，咱三位姓苏哦，这次会当来家吼来拍这个。谢谢，啊，感谢，好。朱雨伦，谢谢，哇，感谢，超感谢，哇，谢我，哇，哇，干了，谢谢，我打，感谢相公，何必？我沙哑，那个我在小琉球除了住宿费之外花的第一笔钱就是买感冒药。